常简单，不是那种歌。OK， 那这个时候有人接手，两分钟换手一次，两分钟换手一次是为了什么？高品质 CPR， 高品质 CPR。所以如果有两个人，两分钟换一次，两分钟换一次，是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好，患者如果有反应的，就是姑姑嫂了，不是周美青啊。有反应了，呼吸恢复了，仍然没有意识哦。先讲没有意识哦，但是他有呼吸，有心跳了。没有意识做什么？检查身体，全身上下，就是早上介绍的身体检查。检查完了以后，采复苏姿势，复苏姿势，然后呢，每分钟持续去关心他一下，因为他的呼吸、心跳的恢复是一个比较勉强抓回来的，所以你要随时关心他，随时去注意他的呼吸、心跳。我这样整个 CPR 的整个流程已经非常清楚了，介绍完了，很清楚是我讲的。CAB。OK， 特殊情况再跟各位报告一次，没有情况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就一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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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完每两分钟，如果有人可以替代，每两分钟换手一次，持续一直做，还是一直做，两个人还是要一直做，做到救护人员接手或患者有反应，这是比较简单的，你先记住有这样，就有。那其实救护人员接手，患者有反应。就是好，然后患者有反应，没有意识，检查身体，采复苏姿势，每分钟检查呼吸、心跳，这样 OK 吗？好，复苏姿势观察，尽早获得电极，这个等一下会再介绍这电极的动作，然后好，这几个细节，请各位注意，不要按在箭突，箭突在哪里？胸骨的最底下这里，好，所以你的按压位置不要太下面，不要太下面。患者平躺在地板或硬板上面，头不可高过心脏。也就是说，如果患者在床铺上，可以吗？他那个是硬板床，当然可以，但是他是弹簧床就不行。所以是弹簧床，记得马上把它移到地面上。好，那这个时候翻译就要学到了，是吧？按压时不可对胃部施力，以免呕吐。所以你按压位置如果正确的话，就不会这样子。OK， 按压的时候避免按在肋骨上面。各位，位置你如果在胸骨柄上面，它就没有侧移了。如果侧向位侧移的话，就容易断掉了。所以你按压的位置要在胸骨柄上面，胸骨柄上面。啊，你实在是不信，按压下去马上听到啪啪。检查一下位置，继续按压，听好不？虽然我教各位做坏事，检查你按压的位置，继续按压，因为没错，肋骨断掉绝对不是好事情，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肋骨断了你就不做 CPR。OK， 但是能够不断就尽量不要让它断。手肘伸直，直接下压。手肘伸直，所以不是这样子，是手肘伸直。OK， 不要中断，避免感染。避免感染是谁？是我们避免感染，救护人员避免感染，不是患者避免感染。OK， 什么时候停止？回复心跳，有人接替，医务人员接手。OK， 这三个跟刚刚一样嘛。就急救员精疲力竭无法继续施行，就是你自己精疲力竭没有办法继续施行，最后医生宣布死亡，请记住是医生宣布死亡，不是你宣布死亡。了解吗？也就是说一旦碰到了一个这个你怕了你回去了，真的是你的必须要有这种心态，但是因为普遍性越来越多人会做了，各位放心了，加油，一定有人接手。好，再来这个问题，简短简短的跟各位报告。啊，你说啊，这样做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犯法？因为医治法里面很清楚，没有取得合法资格的人擅自执行医疗业务，
病歌罚金打打打打打，对不对？你别在这一件了。一个例外，临时施行急救，所以你放心，你去做这个东西，你只要不是偏差的太离谱，你有一定照着我们今天介绍的 SOP 去作业，你有一定的作业，而且你确定你是判读过，它是没有呼吸心跳。我跟你讲，九岁的人你就给他做 CPR， 翻译员，那个原来会有心脏，会有呼吸心跳，被你做一做反而会可能会乱掉。那一种情况不在这个情况之内哦，我必须先讲，那是你判断说你本身没这个能力去作业哦。但是你如果判别他真的是没有呼吸心跳，你做 CPR， 请各位放心，你不违反医疗法，好、哦，刑法也放心，也不会受到惩治。这个部分先介绍到这边，我们要不要补充？啊，没有。好，我去找 AED， 我去找 AED， 我 AED 记得啊，几样？他开始做 CPR 了。我只要脚趾。好 ，SK2 给他加上去了，吹两口气。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九上、十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哎，你们来数啊，太难，知道这样会喘。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哎，先生，我 AED 拿到了，我赶快打开。上面有图形，按照它图形的位置贴到位置上面去。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片的插头插入闪灯旁的插孔内，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好，急救员会说你离开我，离开大家都离开。正在充电，不要碰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电极，立刻按完成电极，暂停，开始心肺复苏。这个机器也会错。再吹两口气。好，谢谢宋教官。好，这个时候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我 AED 拿到了，那要继续先开枪，不要这样子。好，继续做，拿来的时候原来在做 CPR 的这个人就继续做，继续做 CPR 没有停，而是拿来的那个位置，哪怕他不懂，哪怕他不懂，急救员原来在按压的这一位，用口头指导指示都可以，不中断 CPR， 然后就告诉他把那个贴片贴起来拿起来，因为其实开关一开，绿色的开关一开，他就会开始语音，各位刚刚都有听到。语音的部分，刚刚各位都有听到，把贴片贴起来，贴片在这里。绿色的是它的电源开关，绿色的电源开关按下去，开关就开了。贴片，请注意看，这边有两个
贴片不一样，它都有图形的，就照着图形的位置贴上去，图形的位置贴上去，这个是下方左边下面，你贴在左侧，左侧这边有点腋窝的下缘这边。另外这边是右边，就在锁骨的下方这个位置贴好，然后这个插头插在这个位置，你说会不会紧张插错？插错你根本插不进去，所以你插不下去了，这个就防呆装置，就把它转过来插进去，然后它就开始去评估，你就听它的，这个时候主控权就交给他，你就听他的。然后他正在分析心率，不要碰触病人，就停掉了。听到不要碰触病人才停掉，要不然继续一直做 CPR。这一点请各位务必注意到这一点。OK， 做完之后他建议电极，他是不是在充电？充电，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离开了。要不然你也跟着倒在旁边，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电极，然后你就按下这个按钮，这是电极的按钮，这样了解吗？电极完了之后，他会请你继续做 CPR， 你就继续做 CPR。那你如果正确的话，你的做五个循环，他又再开始评估，他会自动两分钟评估一次。OK， 那你做完五个循环，你要等他吗？他还没讲，不管，你就继续做。做到他叫你不要碰触病人，你才离开，要不然你就一直做 CPR， 这样了解吗？可以哈，可以。啊，电极不电极？好，如果他说不建议电极，哇，没戏唱了，怎么办？继续做 CPR。不建议电极，你就继续做 CPR。他会说不电极啊。你不要以它只有，就是心室纤维颤动，跟一个是 VTVF， 一个是心室纤维，啊，心搏过速，一个是心脏心搏过速，就心脏跳得太快，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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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一个颤抖，好，一个是。都是他的心脏就跳得乱跳就对的情况，然后借由电极让他瞬间整个秩序重整。我们经常有的形容词就是一群人在这边啦啦啦，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住口，所有人就呆掉了，停掉了，然后你又发现停掉之后突然啊没事，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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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电极器就有这样子的类似的效果，让你的心跳的速度，那种心跳的正常化，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好，那刚刚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电极器拿来的时候放在患者的左上方，头部的左上方，因为这样子是方便操作。那这个时候就请各位注意一下，那如果有两个人的话，电极完了其实也是刚好是换手的好时机。后面我们试一试换手的动作，就单独换手，我先做你来接手，这样子我可以念，这样这个就接着就接着，万一是单人做 AD， 因为拿来的人不会用，那一个人做，好，我们就来，因为单人做 AD 就是我只会拿，我只认识 AD 三个字，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给你拿来了。
它，哎，我不会用哎。就停掉了，三十下了，吹两口气了，就是你做完一个循环，三十比二做完了，赶快贴上贴片，插上插头，然后继续做 CPR。正在分析病人心率。继续做 CPR。不要碰触病人。好，停掉。建议电极。大家离开。不要碰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电极，完成电极。然后继续做 CPR。开始心肺复苏。OK， 这样都了解了吗？复苏，吃盐。好。一样五个循环，一直做，不是一直做起来。好。多少？再算。
们把它当成很多的状况去演练它，了解吗？好，那 AD 拿不到，可能去跑跑，你叫你去拿 AD， 结果他不好意思 ，AD 人家别组在用，那就是没有 AD 了，你是要处理 A 没有 AD 的情况，这样了解吗？完全听教练的下状况，好。后协代表金德文教基金会和安德文教基金会来感谢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呢能在这么的百忙当中呢抽空来参加这一次的基本救命术教学讲座，同时呢，我们非常感恩红十字会的孙老师以及多位的资深教练，大家发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学，我们也感谢、很多位的无畏师的那种无为的付出，然后我们更要这个感恩谢谢，陈天龙学长的一个他。替我们大家就全程的来录影，那有这么的一个录影下来啊，我们可以让更多人在日后可以透过 DVD 来共同分享。那我们再次感谢你们大家因为有你们大家的一个协助，才有这一次我们训练课程的圆满成功。我们呢是秉持着慈悲为怀的这个理念，也为了因应全民急救的教育提升我们急救的技术，以达到即知即行使得能在第一时间呢给予急救减少周遭亲朋好友意外的事故。所以在今天呢是101年1月8号要举办这么一场基本教练这个救命术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包括了有急救的概述有这个创伤的止血，有伤患的搬运，有包扎，有衣物的跟伤，有心肺复苏术等等。那么我们讲这些教学课程呢，做成 DVD 片，那么我们期待能够跟大众结的一个善缘，我们盼望大家。都一起都能过来学习这个救命术，我们相信多一些人来学习这个救命术，就有多一些机会来救众生，那么社会上呢就少了一些不幸的事故。从而增进我们社会大众生活的一个祥和。
我们大家都能来学见面术啊，这个都就可以救急救人啊，利众生。那金德啊，跟安德那个无教基金会呢，啊，请你在大家共勉，谢谢，感谢大家，谢谢。